好好看，好像危险动作请勿模仿。好，可以了。我跟婷婷现在找了个共享汽车，我们要开着去吃饭了。打算叫一个 Coco， 叫到我们的就是吃饭那儿，然后一会儿应该点了菜，差不多就来了。他这边从哪出呀？ Sweet music, soft and mellow, soothing and slow. 随便剥，还是挺香的。你别说，这个鸭子不吃了是不是？生日快乐！回酒店啦，准备。婷婷同学又非得炫一下她的车技，得开个车。我真的刚刚停车停那么久，她没一点教训都没吃上，又开。我们现在回酒店，佳明他在酒店等我们，因为他下午出去办事儿了，然后还弄挺久的，可能后天要结婚了嘛，就特别多事儿要忙。然后他今天晚上还要过来，就我们三个一起聊聊天，然后玩一下，像大学的时候一样。我们三个可能聊了。他现在在酒店前台等我们。你为什么不进去呀、啊？走。孤独又弱小，一个人在这站着。什么名儿？家门给我们买好多吃的。家里有事儿。是不是熟悉的味道？真的，好好喝。反正就特别想念，想念，想念的味道。我感觉你刚跟我说这个事儿。嗯，你们明天去我家贴贴喜字吧。好好好。你不能睡太晚。嗯。不能起太晚。我定个点。10点到我家。的妈妈来了，我们跟她一块出去。嗨，我好大哦！刚刚送了佳明，然后我们去超市买了一堆染发膏，我给婷婷把她的头发给染黑。啊，她下面那一截之前染的特别黄，然后给她染回来。这是我昨晚给婷婷染的头发，染的特别成功，对，很黑。行。我们现在要把就是明天早上，晨袍还有这个拖鞋这些摆在盒子里。穿上内容，是不是？新刷好好看一点，真的。嗯，拍出来就更梦幻嘛。嗯。我们现在已经大概弄好了，就这样。然后拖鞋还没想好怎么放，拖鞋我想把它穿一下，然后把它撑起来，因为它有点压扁了。这个好像有点多。你啥时候化妆一下呢？一会儿就化。剪刀怎么弯了？剪刀就是弯的。啊，真是。他这样为了好方便这样剪那个边缘。嗯。哎，真的这个好好用啊。但是我鞋底已经被我踩烂了。配的是吗？对。新娘没忍住穿了。娘家宴的时候穿的。对。就穿了那一回。对。嗯。这是我们的请柬，你看还有封印呢。火气辣，对，你帮我拿着，我把它打开。啊，你看这个的反面，啊，这个好好看，绝了！中间铺的，对对对，
左右呢？不用动，不要动。这是我们刚刚粘好的窗户，好好看哦，特别喜庆。你要不要给他拉链拉开吧？我把号码拿。等一下，你现在拉上车先没弄好。车厢呢？这个女人可气死我了！我说等会儿，行，等会儿。我后屁股在那跑来，微信二维码。交钱啊！前面都对啊。就这样吧，后面不管了。就这样。嗯。啊哈哈，好，可以了。关门。现在要去酒店彩排。然后我们明天这样，就是所有伴娘的这个手，所有伴娘的手，然后伸出来你们的右手，然后握在伴郎的左臂膀的位置，这应该能听得懂吧？对对对，露出四个手指往里扣。对对对，然后大拇指从那后面就可以。桌牌现在在摆桌牌。两件儿，没事儿，太忙了，新娘太忙了。要不呢我就。娘家那边是。这边好韩式。三张。都行，你的定了，三张。加明儿再给我拍。凳子他们自己会摆吗？应该会吧，我觉得。大概摆一下。好好看。这桌哦，好像没有。哦，这个上面是印了东西的，对，哦，我才看到呢，过一下，这个上面是印了照片的，对，是定制的哈，纸巾上面也是印了的，这两人太有心了，来你们的婚前最后一眼了，哎呦，那个你给我送到 SM 广场，我要去买点东西，对。就跟叔约着一起吃饭，我现在去吃李本家那家韩料，好凉呀，我回来，而且成都在下雨，他不露脸，因为他上班没化妆，他说好凉快啊，成都，走吧，拿支笔，我们两个第一次饿到在上菜之前就把小菜已经全部吃完了，烤五花肉，哇，好棒呀！看起来，大明白，您打错了汤，定打错了吗？嗯。那怎么？你们没事，就这样吃吧。没事吗？啊，好的，谢谢哈。啊，没事。先不拿喝。小花。我买的这个戴森的吸尘器到了，我现在把它拆一下。买了个 V 七的，因为我一个人住嘛，你面积也不是非常的大，就 V 七就够了。我看了一下它的几个系列的区别，就是那个充电时间和续航能力上会有一点差别，其他都没有太大的差别。所以呢，我就买了这个，主要是想要它的那个就是吸灰尘和床上的那个尘螨的那个功能，因为我换季，然后我有点鼻炎嘛，在家里边如果有灰尘啥的话，我就特别容易一整天都打喷嚏，就一整天都在打喷嚏。这个我还另外买了一个那个配套的拖把头，但是那个还没有到。
真的终于买它了，我真的受够了搞卫生，因为我很讨厌地上有那种小渣渣，就是扫不起来的那种，大家如果用扫把和铲子就会知道，总有一些那种很小的东西是扫不起来的，所以买了吸尘器。因为我实在是等不了太久了，我就很想现在就赶紧把家里的灰尘什么的吸一吸，我就现在买的。大家如果能等一等的话，双十一好像还能便宜很多，便宜个500块钱左右吧。操作手册，其实这个吸尘器是我某一天晚上熬夜的时候激情下单的，就熬夜会促使你买很多东西，如果不熬夜的话我可能就会等到双十一再买，但那天晚上熬了一会儿夜，我就觉得不能等了，我就必须立刻马上买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早睡觉，对身体好，对钱包也好。这个是个什么呀？等一下，然后这个是什么呢？我看一下，先把所有的东西先拆出来，扫地的那个头。吸地上的那个头，然后这个是什么头呢？是好像是那个延长管，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头。充电器，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个应该是那个就是放这个东西的那个架子，但是我其实另外买了一个，就是更就是完全能立着，然后把这些头都全部放在上面的一个架子，那个可能也还有2天才到，那个也还没到。哦，这个应该是吸床上的一个头，应该是吧，没猜错的话。好好装呀。OK。我们两个今天下午约了，就是他下班后一起去吃一家重庆九宫格。终于快到了。这边就是坐那个公共交通那些还挺不方便，挺不方便还是挺方便？挺不方便，对，还要转好几趟呢。我以为能从你，这地铁到不到？对，地铁到不到？要打车。太难了，不过我也不是很饿，你饿了吗？我饿，我超级饿。对，你上班就会很饿。对，能量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。到了，在一个小巷子里，啊，好多三角梅。我可以的，你也可以的。吃完饭了，天都黑了，回家。他这儿是个庭院。拜拜。